人说打坐坐久了，放松的坐，但这个颈椎酸胀，忍不住转动脖子，有什么方法没有？会的，这个都会。像一开始坐都是先从下，因为是盘坐嘛，所以都是从腿上、脚上、膝盖、脚踝、胯，然后这些地方过去就开始腰和肩颈，腰和肩颈过去了才开始上头，它就整个这个打坐的这个层级的爆发是这样，从下往上，所以正常。那多充分的自己，不要老是那么嘎楞嘎楞的那么弄，先自己那个做一点那个扩胸的，但是这个扩胸的这个能看到吧？这个教大家一个姿势，就是坐累了，可以看到，能看到哈，一定要双盘，双盘，对，一定要双盘这个，这做不了双盘就，做双盘你看，这个，把这个。压到两个大腿根，然后扩胸，对吧？两个肩往后撇，尽可能的撇。我们每次做就是这样，这个做扩胸，这样肩颈这个地方都胳膊抻直直的。等下那个手势，您能再给大家示范一下吗？对着这个。摄像头那边，来，就这样，放马，然后压了两个大腿根，然后胳膊好可爱，抻直，然后这个肩膀往后，尽可能的撇，撇的时候要配合着吸气，吸气，一直吸，一直吸，他就把这个胸给扩开。扩开了那个肩颈、那个大椎那些地方，都会容易放松下来。对，就这样猛地出一口气，这样这个地方就会松开。把废气。对，他会，他要闭气一下，憋一下气，憋一下。说你兰花指好美，这叫兰花指吗？